湿冷天气还没完，就告诉您今天又有一波冷空气南下，也因此呢，南台湾是持续在低温。其中这是位在高雄左营哈喽市场里面的牛杂汤特别受到欢迎，一碗里面是满满的料，包含有牛肚、半筋肉以及牛肠等等，汤头呢还是用牛大骨所熬的，特别是浓郁清甜。天气冷的时候，生意比起平常好了两三倍。超大铁锅里热腾腾的牛杂汤不断冒着白烟，这间位于左营哈喽市场里的牛杂汤隐身在铁皮棚下，却吸引源源不绝的客人，为的就是这一碗牛杂汤。汤里面有牛肚，还有半筋肉、碎肉以及牛肠，满满一碗却只要百元有找。还有从中立南下的客人特地来吃牛杂汤，舒服，对，很温暖啊，哎，对对，特地来吃的。每次来中高雄都有来喝一碗牛杂汤就很暖和。业者用牛大骨来熬汤，汤头特别浓郁清甜，牛杂汤里装了满满的牛杂，再加上九层塔姜丝米酒，喝了能让人元气大增。老板娘还拿出证书表示牛肉都是现宰的台湾牛，请民众安心吃。冷气团过境，南部也冷飕飕，业者也生意满满。它的清汤，它的汤头很好吃，很浓郁，对。那在这种天冷的时候来喝一两口，生意比较好。大概多了多少啊？哦，有时候都客满，没那个座位都客满。大概几倍？两倍、三倍？啊、哦，两三倍。除了牛杂汤，还有牛肉汤也很受欢迎。小小的摊位，因为天冷，座位都客满，一口热汤下肚，替一整天带来活力。记者胡邦松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